三星全新 S24U 港版到底多便宜？好的，我是雪亮，今天来到华新美，专门卖三星手机的市场，找一台全新的港版 S24U 512G 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国行报价 512G 的8270，再来看一下港版的市场报价7100，也就是说国行港版差价了1000多块钱，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港版呢是原生态的谷歌系统。当然你仅仅需要花10块钱刷一个国行系统，就跟国行一模一样。所以奉劝喜欢三星的朋友哈，选择港版性价比超高。看一下这台啊，发票日期呢是6月6号的，今天是8号，然后呢在香港买的，价格呢是10898港币。这个就是今天给一个山东大哥，一个山东的粉丝大哥拿的，黑色的钛金属，外观没有磕碰瑕疵，屏幕大小呢是6.8英寸的 OLED 液晶显示屏，支持120赫兹的高刷，高通骁龙8跟3的处理器，电池容量5000毫安，后置主摄像头是2亿像素。三星手机两大优点，一个是屏幕的清晰度，一个是摄像头的高清度，绝对的当代安卓机皇。